一奋斗啊，不是奋斗。一马桶，二马桶，三。一二三，三二一。嗨，大家好， Hi, 我是 Ricky， 我是 Nina。今天呢，我们又要来比较两岸用语系列了。对，之前我们有做过一些两岸用语比较的影片，嗯，然后有蛮多朋友都蛮喜欢的。我们以为已经做完了，原本以为没有什么可以比较的了，都说完了。结果最近还又发现了一些漏网之鱼，对对对，然后我们就把它又整理在一起分享给大家，这样。对，嗯，那先跟大家说一下，等一下这个影片中的两岸的说法，我们仅代表个人，不代表其他人跟其他地区。嗯，如果说跟你们有不一样。欢迎你们在评论区留言告诉大家你们的说法是什么。有一些网友留言说，哎，南方的朋友他们的说法其实跟台湾的用语是很一样的，很接近的，对对对，有点更像是南北方的大对比、嗯、但是刚好我是河北人、嗯、然后我们那边有一些不一样的说法，对对对对，然后差异性很大的、嗯，所以我们就是把它分享给大家，再拿来对比一下。对对对。那今天我们用一个游戏的形式，这边有一些用语吧，全部都是台湾的用语。台湾的用语。对对对。比如说，他如果抽到了奇异果，他要在三秒钟之内反应出来我的说法，就是猕猴桃。对对对。这样的话就算过关，如果没反应过来，我就会叮打一下这样。然后那个 Nina 这边写的全部还都是简体字。对，我用简体字写，所以增加这个游戏的难度。说不定简体字我认不出来，我就哎认。用了三秒钟我就啪就被打一下，因为我也毕竟在台湾住了三年了嘛，所以台湾在用的用语我也应该是比较熟悉的。老公他也经常听我讲一些我的说法，但是他对大陆用语的那个熟悉度不如我对台湾用语的熟悉、啊、对，所以就是让他来猜，然后猜不到我就叮就打下去。Are you ready? 好了，开始吧。好，第一张了。对，当一挂科啊，对对对对对，没错。一死机、啊、对，博客对啊，是啥呀？哇一双击嗯啊双击，嘿，卸载嗯啊，看我蛮厉害的嘛。妈，我这用不上了，真是的。程序啊，这简单，程式程序。硬盘对、啊，你有在算三秒吗？我心里有在数啊。软件对，太厉害了我。巨无霸啊，赛百味，对，这个印象深刻了。过山车，对，小飞车过山车。蹦极，对，哎呀，完了，都会。发动机，对、啊，我用不到了。盒饭，对。黄金猪犬，猎犬。金毛，对。猪，那我写的是猎，好不好？看起来像猪呢。一二三，耶！终于融不会了。柏流，我们是怕劳，柏流。这个很不一样，这回车。对，回车键。回车。广播体操。对。台球。对。嗯、花游。嗯、算也算，花样游泳。花样游泳、嗯。对。乒乓球。对。嗯、但你都会呀、啊。一俯卧撑，对，一奋斗啊，不是奋斗，这是简体繁体都长一样。啊、你还不打、啊？奋斗，对我们叫什么？一、二、簸箕，簸箕啊，对，簸箕嘛，簸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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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鸡啊，簸箕，嗯，一、二、三，蹲步，啊，对，压线通过哈、啊，蹲步，蹲步。一马桶，二马桶，三马桶什么？马桶揣子。对，马桶揣子，马桶揣子，或者是还有一种说法是皮揣子。哦，皮揣子，哦，马桶揣子，我们叫马桶吸把、嗯，或我们都说通马桶的那个啵啵啵啵那个东西。通马桶不是这样用两个手这么通吗？怎么是往前的，是往下呀？哦、你是往你马桶长在墙上？对啊，应该是这样。不不不啊！对对对对，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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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希拉蕊，你们叫什么？一、希特勒，哪是啊？都不是一个人。希，只有第三个字不一样。希拉瑞，不对。希拉啊！你不会，你不会，你不会。希拉里，哦，希拉里，对，希拉里，希拉里。一、马丹娜，二、马丹三、马丹麦。
麦当娜。好，麦当娜。麦当娜。麦当娜，麦当哦，两个字都不一样。对啊，麦当娜。麦当娜，我们是马丹娜。马丹娜。马丹娜。如果你跟我说马丹娜，我会不知道是谁。背心。你们的背心是我们的什么？坎肩。对对对，可以。坎肩。还有一种。马甲。对，马甲。我们的马甲坎肩就是对应台湾的背心。哦。川这个应该会吧，一二特朗普、特朗普对，吊嘎，哎，吊嘎不是就坎肩吗？你这个你不会，吊嘎是男生穿的吧、啊、那种，我们叫跨栏背心。啥？跨栏背心。我们蕊的时候没有这个。这个我没有教你。他偷留一手，我不知道。小可爱是女生穿的那种，你在 Google 上输小可爱看到的是女生穿的这种，你在百度上输小可爱就都是这种、哦、这是小可爱、哦、细细的带的那种，那种我们叫什么，一二三，这个你也不会啦。这个叫吊带背心，小吊带、哦、我们会说小吊带或者是吊带，吊带背心，吊带背心，对，穿什么吊带背心。这个一发夹，二三，发卡，发卡，发，是那两个字念的不对，发卡，发卡，发卡，啊、发卡 ，mother 发卡，不是妈妈用的那个，就是 mother, 妈妈的发卡 ，mother 发卡，没有，对，护发我们还有叫什么？一，我妈说去出去让人家给她弄弄头发，焗烤，焗烤，不是焗烤了，焗油。焗烤是吃的，焗、啊、油。我记得焗。哦，你只记得焗啊。纸尿裤。又叫什么？还有一种说法叫什么？一、二、三，痛不痛啊？不痛。纸尿裤还叫什么？尿不湿。对，尿不湿。尿不湿。新西兰。对，这个太简单了。纽西兰、新西兰。雪梨。叫什么？一、Sydney, 二。悉尼。对，悉尼，啊、悉尼。啥？沙特阿拉伯。我们叫什么？一。沙特阿拉伯。对。贝克汉。我们叫什么？一、二、贝克三，不会啦！贝克汉姆，哦、贝克汉姆，贝克汉姆，听贝克汉超奇怪，都想说有一个字没念出来。数据机，一、二、三，调机，不是调机，调什么？没有教过你啊、哦。调制解。对，还有两个字。调气。对对对对，调制解调气。这个。根本不一样，对，超级不一样。调制解调器，你来攻他们。豆豆先生，对，我们叫什么？憨豆先生，对对，憨豆，憨豆，憨豆儿，憨豆儿。我第一次听到说豆豆先生，我也觉得挺可爱的翻译的、哦，豆豆先生，豆豆先生，感觉是这长了豆豆那种感觉的，憨豆。毕卡索，我们叫什么？一、二、毕卡丘，就捣乱。毕卡索，我们叫毕加索、哦。毕加索，对，没听过，没听过，你们都说毕卡索。毕卡索啊，嗯、我们说毕加索。毕加索，毕加索。罗纳度。一、二、三，叮叮叮叮。罗纳。罗纳尔多，耳朵。真的。罗纳尔多。啊。罗纳尔多，记得啊，罗纳尔多。罗纳尔多就是罗纳度。上司领导，念清楚，上司，上司不是丧尸，丧尸是 Walking Dead 那种的。上司，主管上司，领导，领导，嗯，对，领导 ，leader。所以台湾没有领导这个词。我们不说领导，邮差，我们叫什么？邮递员。哎，对，邮递员。义工、志工，嗯，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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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尔蒂夫。马尔代夫，马尔代夫，马尔代夫，对，马尔代夫，马尔代夫，马尔代夫，我这不舒服。Doctor 马尔，澳洲，我们叫澳大利亚，对，坎城影展，这个你肯定不会，一，但我真的不会。戛纳电影节，哦，戛纳，戛纳，我忘了挣多少张啊，要不要换你啊？换我，我肯定会呀、啊，我还能不会、啊？我们的说法，说不定你不会呀、啊，不可能，就剩这样了啊。我肯定会啊、哦、来复仇换我跟大家讲哈，原子一二三一二三我还没有
拿起来你就打。不是拿，你要用抽的。啊，行。啊，第一个。啊，原子笔我们叫圆珠笔。啊，叮咚叮咚。太空人我们叫宇航员。啊，叮咚叮咚。宽频我们是宽带。一二，一二三啊啊，好，可以过了，过了。他倒是不疼，但是他有点害怕，你知道吗？易开罐，我们叫易拉罐，易拉罐。优格，酸奶。哦，我那个太快了。保质期，保存期限，保质期。一罐我们叫一听，一听。对，可以说一听。一罐那个铝罐的可乐或啤酒，就叫他们叫一听。嗯，可以叫一听。扫把我们叫笤帚，笤帚，笤帚，对，笤帚，笤帚了啊。那你没听过吧？笤帚，听你讲我才听过。听我讲，你听过？完全没听过。警察局我们叫公安局啊，公安局，啊对。乐透高乐，我们叫，讲不出来呀。我还没有准备好，我们叫那个彩票。你看过了那么久，对，打得好，打得好。油条我们还叫那个，你等会儿。一，那个二三。紧张就会讲不出来了，还叫果子，哦，果子油条我们还叫果子，对，一二磁带、嗯，对，磁带，一小票啊，小票，收据我们还叫小票，对，户口名簿我们叫户口本儿，户口本儿啊，对，户口本儿，一二三啊，一我们叫燃气灶。堕胎我们还有一种说法叫人流、哦、人流人工流产、哦、对人工流产。金氏世界纪录我们叫吉尼斯世界纪录。富比士我们是福布斯名人排行榜。福布斯对那个 magazine 福布斯。 I wanna be on the cover of Forbes magazine、oh, 就这个 so fucking bad、啊、对 I wanna be a billionaire so fucking badGood 对，然后这个不时老不时小不时超音波我们叫 B 超对去医院做个 B 超对、嗯、超音波 B 超对 B 超一二雷不是雷狗丢呀那个雷射笔我们叫激光笔这个是我们叫这个你不知道的我不知道嗯哈赵丽 George 不是周尔不是我这舌头卷起来了，不知道为什么被你影响了。赵丽，听着好像就是你一说周尔，我觉得周尔里就奇怪了。就煮面条啊，或者是水饺，你捞起来的那个带洞洞的那个勺子，我们就叫赵丽。啊，行。对，还有一些说法呢，是台湾没有的，没有再这样用的。可是我们看有一些网友有留言问我们，或者是我们在看大陆的电视节目的时候也经常看到的。那这边刚好顺便跟大家讲解一下啊。比如说，本科生。哦，本科生，本科生台湾不这么说。对，本科生其实就是大学生的意思。大学生。对，你说你是本科是哪儿毕业的，意思就是说你大学在哪里上的，本科毕业你就会拿到一个学士学位，那个就是本科。可要我们听本科会直觉就是说本科你是问我是念哪个科系的吗？对哦，我明白，我明白。这个也很常见。打钱。打钱。打钱就是转钱。转账，还有相对的就是支钱，对，像我妈妈经常会说，我等下去帮你姥姥支钱去，支钱就是取钱的概念，对，我不太常说支钱，哦，可是他们可能是那一辈的人就说，不说取钱，你也不说取钱，对，不说取钱，我老公说领钱、啊，对，这个领钱我也提款。提款我倒听着没有那么别扭，可是领钱我听着挺别扭的，就是感觉领东西好像是那个东西是白给你的，免费的，去领一包白米那种。对，那我也问一个台湾的说法，比较有歧义的，就是酒店这个词。酒店在大陆，酒店就是旅店呢、啊，或者是饭店呢、啊，就是、都可以叫酒店嘛，那种比较高级的，什么五星级大酒店，我们都叫酒店。可是酒店在台湾。有另外一层意思。对，酒店在台湾就是声色场所嘛，就是去喝酒啊，然后有陪酒的，可以唱歌吗？还是怎么样？可能也有啊，有唱歌啊，可以跳舞的呀、啊，就是也是感觉像比较像我们那边说舞厅的概念。哎，类似蹦迪。蹦迪啦、啊！蹦迪呀、啊！蹦迪！蹦迪、啊！就那种嗨的那种叫蹦迪。蹦迪的迪是 disco 的意思啊 ，disco。对，就是跳 disco 那种、就是啊、那个年代。在台湾我们说去
跑夜店啊。对，但你去夜店你不一定会蹦啊，你可能坐那儿点个喝的，你就之类的。对啊对啊对啊，但他有那个舞池啊。对对对，就是在舞池里边跳舞的行为就叫做蹦迪。蹦迪，对，蹦迪。刚才有讲到那个我们叫广播体操，你们叫健康操嘛？健康操。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是快乐的好儿童，身体好，精神好，爱清洁，有礼貌，人人见了都喜爱。现在开始做第八套广播体操，体操运动，一、二、三、四。然后我们还有眼睛保健操，我没有按太阳穴轮刮眼眶，就是按着太阳穴，然后刮上眼皮、下眼皮啊，然后挤按睛明穴，就是按这个鼻梁处啊，这样子。哦，那你做很多年吗？对啊，从小学、初中、高中都要做的。啊，那个有用吗？做完是一样戴眼镜。我们眼睛保健操就是打游戏，从小打到大，然后不近视，就是一直打这样。打游戏然后保护眼睛是吗？这乱讲，这些会小朋友在看的，反正还是要注意保护眼睛。对对对对，开玩笑，开玩笑。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对，希望大家看得开心。好了，拜拜。柴犬输了打一下，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打哪儿啊？打人还是打这个？打人啊。为什么都打头呀？我顺手啊。